世华带的他的蜂蜜格子。哇，今天可以讲好多、哦。冬饼，这是今天带来的主题、啊。有没有闻到那个香味啦？飘过去。我们一直不断的看到，当然除了东西好吃之外呢，我们今天的电花电草对生意是有直接帮助的，就好像刚刚那对麦霸王的姐妹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位呢，帅气有帅气的型男，本身就是老板。你下面所选的店员呢，电花电草的应该也有一定的标准以上。对不对？没错，因为他们可以刺激他的收视率，刺激他的业绩啊。收视率，他东西东西不好吃，你长再帅再漂亮也没用。有没有女粉丝？你自己有没有女粉丝？说实话，蛮多女客人会来跟我们合照。例如说有很夸张的情境吗？婆妈、师奶那些都会来吧？会啊会啊，他们可能之前有看过我们有一些曝光过。OK， 他们会特地从南部上来找我们。而且我觉得你长得好像周传雄哦。哎，有一点，有一点像小刚老师，有一点小刚大嘴巴的怀秋啊。哎，有，也是很多。都是帅哥，怀秋哦，不然我们边做示范一下好了。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口味的松饼啊？香蕉口味，香蕉口味，现在最红的口味，香蕉口味，巧克力香蕉。它这个刚好用一个那个什么冰淇淋的那个，对，勺子啊，挖冰淇淋的这个杯子刚好一勺就是一格，一大格，温度呢大概摄氏在150度左右。哎，真的 ，Ivy， 你说吃东西的都会红色跟黄色，黄色，对，为什么心理学会？心理学就是对红色跟黄色都是开胃的，刺激食欲，对不对？像蓝色就是会放轻松的。OK， 各位，他把松饼丢在杯子里面，然后呢，来蜂蜜酱，为什么？这样会丢杯子里面，方便。哪里对？这是什么酱？香蕉酱，香蕉酱，焦糖香蕉，焦糖香蕉酱，自己煮的果酱，对，配上了这个香蕉水果果肉，可以多做几个吗？披萨也是用杯子装。对，现在他加了卡士达酱，然后再来，巧克力棒 ，OK， 脆皮酥。好多东西，饼干，再来 Oreo， 成哥你先吃，再来水果，再来香蕉，新鲜的香蕉，不得了，这个热量大概有1000多卡吧，现在我们看了好紧张，不是天天吃的，这不是天天吃，偶尔出去逛逛百货，各位还有这什么酱？这是什么？香蕉酱，又是香蕉酱，对。从头到尾都是香蕉在里面，因为这个主题，它的名字就是猴子都爱吃，猴子都爱吃，那我们吃的就是猴子巧克力。巧克力，哇，还有什么？我觉得你们这个酱也都自己做的，都是自己做的，也是这个就是烘拍哦，那个糯米啊下去熬煮了，没有，我们只用新鲜的水果，好了，来宋欣你，陈哥先啊。你要把1000大卡的给陈哥，干嘛推辞？像 NONO 想要来，没关系，我来吧。想想白鱼，回应 ，OK， 有想完想完。来，淋上蔓越莓酱，哇塞！来，弄到这里了。我可不可以问一下，就是说哪一个口味卖的最好？是哪一种女生在买？猴子都爱吃，猴子在就香蕉的，对，学生很爱。一天可以卖出几杯？这一款的话，差不多，它已经是占差不多70-80杯了 ，OK， 最多。然后像我们现场会放冰淇淋。我们是，其实我们都会放一颗冰淇淋在里面，对，那是因为来这边就改用。你可以用成像那个饼干呢，用杯子装。又环保又好吃。不要再吃了，你们想一下，后面还有烧肉。好，谢谢。这一摊最后一摊了，主要是带来的，Vincent 带来的啊，非常重要，精锐进出的烧肉。好棒。所以呢，食材有哪些？随便介绍一下来。先从这边开始好了。这一大块，这不得了，这什么？对，这道是我们的隐藏菜单的和牛。隐藏和牛，等一下我要吃这个纽约客和牛。对，什么样的菜单？纽约客。对，这是我们店的隐藏菜单，因为我们有一些是比较提供给老饕的，因为它高单价，高单价一般人也不会点呐、啊。对，这样一克多少钱？这样子一片是1280。所以一般人会花1200多块去吃一片肉吗？对啊，不是要吃很多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老饕的选择。来，再来这个，这块是牛小排，五谷牛小排。对，哦，这个漂亮，你的油花漂亮哎，你的牛肉看起来都好可口哦。对啊，就是部位都有特别挑选过。美国牛，对，美国的美国牛啊，美国牛。我是学法医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是烧肉店的开胃菜，盐葱牛舌。牛舌，现在直接示范我们的基本精彩的通常这样手法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今天是帅哥，帅哥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
想要跟他哥哥底的女客人，好，心里你来好不好？好，就是说他，因为你在帮他烤，他一定会这样开始就跟你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真的，我们那几个很夸张哦，就吃你豆腐，然后看你怎么应付。吃豆腐。就跟他聊天，你就演一个搭讪的女客人啦，准备搭讪女客人，因为他是帅哥嘛。烤肉蟹购篇 ，Action！ 嗨，夹子。你今天烤什么给我们吃啊？他不是夹子，他叫 Benson。Hi Benson， 他什么时候是夹子？今天烤什么给我们吃？今天看你想要吃什么，桌上的都可以自己。好啊，那你们帮我们弄好了。好，不然先从牛舌开始好吗？对，好。哎，我们很爱打麻将，你平常打麻将吗？我平常九九打一次麻将。真的哦，你也会打？打多大？多大？几乎大概十块、二十块。哎 ，OK， 我们陪你打。你几点下班？哦。一般大概都是十二点左右。十二点，那不然我们今天缺一卡，你要不要陪我们一起就是玩一下？下班哦。对啊，我们等你嘛，我们多点几个，给你做业绩。好，我考虑一下。真的吗？好啊。你好会考哦。还好。真的，你不要紧张啦。好。好，遇到了同性有好感的。同性有好感。哎，陈哥，嗨，宝贝。哎呦，这是。我好喜欢吃烧肉，你喜欢吃烧肉，真的。他叫夹子啊。Hello， 我是冰粉，我是冰粉，对，手上是夹子，对。OK， 夹子，你听我讲哦，你知道吗？台北的烧肉都不好吃，真的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盐葱牛舌。真的吗？哇哦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目前有。哦，真的，你给我哎，心碎，对，不好意思，那你他吃牛舌，天哪，这是什么难招啊？来了，哎呦，你们现在才来，林森，我们新朋友，我们在刚认识，他人很好啊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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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转台了。哎，他也叫 Nono， 我的天哪！爆笑的状况剧以及美味的烧肉料理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